像不像？大家好，我是汉娜，来自摩洛哥。今年是我的一年到中国。对我来说，我喜欢热闹的东西，所以我的老师们和我的同学们告诉我过新年干大吉。我今天来到西银大吉，我很兴奋，我猜在这里有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叫炒茶汤。炒茶汤，对，在你们国家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在明朝初期，朱棣皇帝迁都北京的时候，在要举行一个祭天地的仪式，在昭露寺举行了这个仪式。当时呢，为了祭天地，用以这个射鸡，就是小米为底，做了一款粥，取名为茶汤。然后所有的文武大臣在祭天地的时候，每人喝了一碗，由此演变而来，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只有喝了茶汤才叫过年。我想知道茶的味道。出口34元。咱们喝一碗，尝一尝刚才炒的茶汤怎么样？好的。味道很好。小米先用山泉水泡制以后，然后晾晒干了，干了以后再研磨，最后刚才你看到的那一步才是炒茶汤。在我们的国家，我们也有油条。油条，对。所以到中国时，我很开心尝试普通的食物，非常好吃。半年货。半年货，对，什么意思？过年了，家里要吃的、用的都要买全了，就叫置半年货，来赶这个大集。置半年货，这里面啊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。里边的窝窝头，想不想看一下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它在西营啊，还有一个西营的名字，打开我就告诉你。好的。哎，黄面窝窝出锅了。哇，哇，香不香？哇，味道很好，也很好看。在西营啊，它有一个名字叫黄面窝窝。黄面窝窝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它好吃，很甜也很鲜。我想问你，你怎么做的？我们是用大黄米和那个最好的枣做的哈，制了年糕，年年糕，寓意很好。你很厉害，很好吃，谢谢。开不开心？很开心，告诉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。中国的大吉这么热闹，穿很漂亮的衣服，很红色的，也吃黄面窝窝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很开心。你的家人和朋友有没有来过中国？了不了解中国的春节？他们都从来没到中国，所以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有春节。我给他们一个介绍，春节是什么，他们也想更了解这个春节是什么。